当总经理，當没有啦，我跟你讲，我都觉得准备不是很好的，更何况。但是说每个人应该在自己的岗位上，他这样呛。我再讲一次哦，任何的政治人物哦，都应该在现在的岗位上。今天如果蔡英文把他总统的工作做好，会有这些事情吗？会出现台独？柯P今天连呛了您两次，有够不要脸，实在是有够不要脸的。你有什么要回应的吗？今天因为行政院会非常的忙碌，又要注意台风的动向，我就是认真的在岗位上把工作做好，没有去注意到谁讲了什么政治的话，也不会在意。我再讲一次哦，任何的政治人物哦，都应该在现在的岗位上哦，去做自己的工作哦。